大家好，我是每天和狼生活在一起的老郑，手持哨子棒走进野狼群。我现在带大家伙走进白皮野狼群，就是一手提哨子棒穿越野狼群。啊啊啊啊啊！看看啊，这是纯粹真正草原狼，这是100多匹野狼群啊。来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双击评论转发，感谢大家！更多我和狼的故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